我觉得过程更重要，因为相对于结果，成长中的轨迹会更加丰富多彩。好的陪伴并不会束缚自由。我觉得萨摩耶是微笑天使，然后呢，他热情勇敢，是我们尽情追寻热爱路上的好伙伴。愿每份热爱都能放肆野，轨迹3.0，热爱来也。我觉得过程更重要，因为相对于结果，成长中的轨迹会更加丰富多彩。好的陪伴并不会束缚自由。我觉得萨摩耶是微笑天使，然后呢，他热情勇敢，是我们尽情追寻热爱路上的好伙伴。愿每份热爱都能放肆野，轨迹3.0，热爱来也。